有五四三二一 ，OK， 锵锵锵锵，耶！健忘啊？为什么？他为了去卡内基就不管我们？我只是为了卡内基而已。对啊，对。对了 ，You good, you very good. OK， 好。这一题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。谁表演时最常出错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这有不同的答案哦。Dino 五百，我好，五百两票，是我，你几个仇人 ？OK， 好，哦，你为什么觉得是你？啊？你怎么会觉得是你？我要唱歌，我要弹吉他，我要踩效果器，我要跳舞。那小猪呢？小猪为什么？有时候我比较容易分心，对，因为我每次刚刚不是讲我们臭屁下面不黏吗？没有，因为有啊，你会拉肚子，对，那都他以为在台上啊已经不行，要撇这样，还在冰啊这样，他吃槟榔，但是他吃槟榔，吃槟榔，然后吃了之后倒掉，吃上那叫什么？倒掉，你知道多惨吗？我上台第五首歌我就不行了。第五首歌，可是我们唱了28首歌，然后还有带 uncle 3次， uncle 的时候我又不敢去，万一对不对？还不能停，爱你万年，爱你万年，爱你万年，他叫我一直比较跳，我就摇头，流汗，你知道这个跳可能就毁，对。所以台上是跳跳跳，然后一人不跳，对，而且要摇头，不，绝不能跳，就一直忍到结束，忍到结束，忍到28首歌，31、32，大概3次 uncle 嘛。uncle 还一首或2首，然后进厕所以后什么心情？待久一点。我想你裤子上应该已经有了吧？你怎么会讲 Dino？ 啊 ，Dino， 我们平常其实唱每一首歌之前最担心的是它速度不对。速度不对这个很担心。但是这个不是错啊。这只是速度不对而已啊！对啊，速度不对跟错不一样。对啊，只是比较慢而已。速度错了，速度错了，还是错了。哦，来，那你为什么说五百？对啊，他刚讲是对啊。跳舞太忙了，一大堆，还踩效果器，做的太多了，还要讲内心的感觉这样。OK， 哦，大家都没有人讲大猫哎，大猫很少，大猫很厉害，超厉害。谁？最可能搞地下情。小猪，500元。小猪这完全是为了写而写。对。所以其他三个人，他才是真实的一个答案。请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也想知道的。对，我也很想知道。我这么顾家的人，不是我这么顾家的人。我建议你这一题只要这样子就算了。对。要不然为什么一讲出来，对不对？啊哈，算，当我没问。好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举个小例子啊，举个实例出来。各位歌迷，因为这个小猪是有家累的，他老婆会看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讲。哎，好，五百先讲为什么？他。因为他很稳，他很巧嘛，圆滑，对，他就刚刚好，那怎么可能都没有漏洞呢？哦，差不多误会，这个可以，因为我对不对？以前我们从 Life Go 开始，我们都在 Pub 里面嘛，我们那时候也是为了做生意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嘛，他们觉得我每天在 Pub 里面混，可能机会比较多。因为他练团的时候电话好多。哦，就你啊，你哥哥啊，还有谁打给我？你不能这时候讲这种话。我以上的答案仅止于揣测，哦，只是我们三个人揣测了。我整个看起来，那他很多女歌迷很喜欢他嘛？是啊。摇什么头啊？没有道理。OK 了，这是猜测。不过小猪真的很顾家，这个我可以证明。好，哦，这个很贱。来，请问，谢谢。团员。最难搞的人是谁？这个应该是那个，我想应该是他。哦，
OK。我们先问，为什么大猫讲五百？啊？哪里？别人写的。只有我写吗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五百很难搞定啊，因为我在负责 keyboard 的部分，有很多东西需要那个跟他一再的敲，一再的准备，对。哦，才能够。I get him hot time。对，我应该要改泰文吗？我要改他。I get hot time。我给他一个很难熬的前置作业。还原中，哪个人心机最重？一致的答案五百。为什么？对，这要听一下，为什么他会有应该是五百想的事情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我对，注意的细节要我每一个人想到每一件事情啊，对啊，连舞都编了，对啊，对，连舞都编了，为了上节目，弄了一个花朵舞。对，来第六题，这一题是列举题，要举例的啊。团员中谁的怪癖你最受不了？哇，真的。OK， 这应该是一个统一的答案了。Dino， 哎 ，Congratulations， OK， good， 好，它是什么？第一个香水味，很香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们住在饭店里面要去表演，哇，那个电梯啊，没有人来过，为什么这么香？Dino 来过。那个走差不多3公尺，哦 ，Dino 你怎么了？你是用喝的吗 ？Dino 这是一种礼貌吗？喷很多香水，我没有喷那么多，他的鼻子很敏感，我觉得。OK， 那大猫你觉得他什么怪癖你受不了？就是他常常会在台上就是需要摸来摸去这样，然后打了半天之后，然后发现小鼓啊什么都要再叮过，什么都要叮过这样子，对，要找人家全部清理干净，要清理干净还要叮好，再一次，对对对。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吗？你非常认真，你很用力。没有他，我跟你讲，他调鼓哈，他调鼓，他以前的名字叫咚咚咚咚咚咚。为啥？咚咚咚咚咚咚。因为他人家打鼓是大鼓打啊，小鼓一二三，他不会。听到调鼓，咚咚咚咚咚咚，一定要连续。再一次好不好？咚咚咚咚咚咚。听到可不可以简单一点？跟别人起冲突，谁会先逃走？我就跟你说，我先写好就直接翻过来就好了。哎，有不同的答案了。哎，五百两票，这个完全不是真的。你也在场，你有下去？我有，你有下去？你们两个是第一个下去的，因为我先下去的。你们两个第一个下去的，他也下来了啊，对啊，不见了。对，啊对啊，哦，这个你说那个要给各位解释一下，就有一年呢，就是我们在一个1992，对，在一个表演的场地嘛。那因为那时候在表演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是有一些不愉快啊，别团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在唱，我就在那边，然后下面另外一团呢，就比了一个很不雅的手势对他们，然后我就看五百，下去，吉他没有拿起来，连人带吉他飞下去，然后他们就冲上去，然后我也冲上去啊，这时候 Dino 不见，因为在远方抱着马子，哎，来，所以是，那为什么后面会写五百呢？对。对，其实因为后来比较，就是碰到什么事情的话，不应该他出面去做这些事情。当然，对对。其实我们看五百，我们大家对他的印象，其实他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就是不太好亲近，是。然后或者是说他好像有点凶，其实就这样就好了。好，下一题。哦，私底下很 nice， 私底下很 nice。